文，首先想跟你请教关于这一次这个陆船颁布案，那因为到今天早上等于是进行了第13次就是双方的会谈了，但看起来还是没有结果。那我们就直接就说，是不是我们的海巡署应该要公布那些最关键那两个这个证据哦，才能服众，不然好像两边这样永远谈下去，感觉都一直没有共识，而且是会不会在赔偿金上面一直达不到共识，才一直这样谈了这么多次？我的建议是哈，如果要去谈共识的话，那最好是把所有的证据都公开出来。那当公开出来之后，包含是台湾所有民众，他可以看到；那大陆的民众，他们也可以看到。在资讯都是公开的状况之下，比较有助于双方能够有更多的沟通跟达到共识。如果所有资料都不拿出来，那就算是你闭门会谈10次、20次、30次、50次，那可能都没有结果。所以具体而言，要拿出哪一些的资料呢？那因为我们没有监视器、密录器跟相关的画面嘛，所以画面这个东西显然没办法。可是呢，我具体提供几个建议哦。第一个是海巡基层人员在第一时间向上呈报的报告应该要公开。好，其实我先前已经公开给大家了，但是海巡署到现在都没有证实这件事。第二个，在报告里面呢，我仔细研究之后，我发现说呢，他们其实针对雷达的部分是有的，而且早就上交了。所以不要用示意图的方式来看状况，应该是雷达。因为你透过雷达图呢，你就可以知道，比方说，好，我收到这个长官的要求，要前往去这个临检这艘大陆的渔船，然后我看到对方，我开始加速的时候，那就是当然是双方已经开始追逐嘛。那他们有了碰撞之后，对方的陆船翻覆，那这个时间点他的船一定是停下来的嘛。所以透过雷达就可以去回复过去这段时间的资料，即使我们看不到影像。这也是我想为什么海巡的基层在第一时间可以写出这么缜密的报告，那不可能是靠人为去记的。你的具体位置在坐标在哪里，然后当时的风浪多高，这不可能是靠人为去记的，代表说他们可以从雷达图上面推论出一些事实真相。再来第三点是我们要回溯当时所发生的状况，还包括了后续的送医时间。那比方说你的船，这个大陆的船是几点翻覆的，后续呢是在几点送医的，这些时间点都相当的关键，它也会影响到后续双方在沟通谈判的时候，大家在责任上面该如何归属。那送医时间这个部分，海巡署到现在也没有公开。第四点是通联记录的公开，因为就当时的报告我所掌握到的是，第一时间基层人员就通联上报了，所以他在通联的过程当中，他是怎么样去描述这个案件的，其实都应该可以公开让大家知道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船体的撞击报告。船体撞击之后应该可以做相关的一些检测，理解到底陆船翻覆的事件跟所谓的我们的海巡署的碰撞有无关联。所以如果说能够把以上所有的内容全部都公开了，即便我们没有影像非常的遗憾，但是也可以更靠近真实一些。所以我们会希望说，在礼拜一内政委员会的这个质询过程当中，不要再千篇一律的讲原本就听过的话，请将我刚刚讲到的几个具体的证据，用证据来说话，用事实来说话，才有可能让这件事情能够更快的处理。那双方善了以后呢，这说真的，对于我们基层的海巡弟兄在执法的压力能够下降，对于国人出海的时候的压力跟风险也能够下降。所以这个是在保护我们台湾自己人哦，不是像民进党说的，好像关心这件事情的都是中共同路人。按照民进党的这个说法，好像就是说，如果大陆呢来临检台湾的船只，叫他们跑。可是我们看到这次的陆船翻覆，就是因为他们跑。那如果我们的渔船听了政府的话，被临检拒检跑了，碰撞了，翻船了，死往生了，那请问这个责任谁要扛？海巡署能够帮忙扛吗？所以将心比心，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把事实跟真相一些具体的证据全部揭露出来，那这一定对于双方的沟通会有进展，有帮助。这段的吗？你说背后的那个想要我只是确认的吗？真的啊。昨天突然比较晚开会，是在确认最后什么样的内容吗？
任今天律师来是在协助确认。那有好消息没有？有没有好消息？要签约，好快签约。好快走，快走。主任，有好消息吗？超市里面有真有蛮多的。没错吧？有这个结果吗？是吧？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有用啊，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吃了两三天，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。那你知道，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？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，真的是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,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